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现在是下午喂牛的时间。现在呢已经喂完牛了。前两天买回来的四头细长小牛妹啊，现在回来已经是第三天了。经过这三天的调理，现在四头小牛妹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了。那个采食情况和那个新陈的状态已经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了。前两天刚刚回来的时候，这四头牛都不怎么吃，也不怎么喝。现在呢是第三天了，已经开始。慢慢的恢复。前两天刚刚买回来的就是这四头细长小牛妹。前天刚刚拉回来的时候，还有昨天呢，喂这些草啊，这四头牛都不吃的。今天呢回来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前两天呢就只给它喂了一些抗那个应激的药物。今天和昨天呢，是给这四头牛喂了一点点的那些稻秆。今天呢就给它加了一些青草。现在这种新牛到家的，主要喂一些稻秆，还有一些青草混合来粉碎来喂这些牛。像这种牛啊，刚刚从外面新买回来的，刚刚到家，最好不要过多的喂那种青草。还有呢，就是刚刚买回来的牛啊，最好不要喂得太多了。吃的这一方面一定要控制好，不要喂得太饱。刚刚买回来的新牛最好是喂一些那些干的草料，不要喂那些水分多的那些草料啊。如果喂太多的那个青的草的牛，很容易拉稀。所以啊，刚到场的牛最好是以那个干草料为主。还有呢，就是新买回来的牛啊，一定要让它在牛栏里面休息够4个小时以后，然后再喂它水喝。在喂水的时候啊，一定在那个水里面加一点那个王喜多糖，还有那个电解多维，让它添加那个提肛力。8个小时以后呢，然后再给牛喂一些那些干的草料。刚回来的牛在喂草的时候啊，最好不要在草里面添加那个精料来喂它。要过完3、4天或者1个礼拜以后再喂精料。新到家的牛啊，一定在喂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下它。要去观察它的采食情况，还有它的粪便呢是否正常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支持。